Podcast 品牌变现，全台最大托管平台 First Story 帮你实现。创作者们，开启订阅制吧！接受赞助，创造收益，和粉丝一同努力。First Story 提供多元方案，协助创作专属单集，一键整合平台、金流、会员，带动听众人数，提升收听量与分享量。现在开通订阅制，再送十万次节目宣传曝光。详情点击资讯栏。第一手的资讯，最有意思的风尚。语言是一种艺术，买单公家有艺术。嗨，大家好，我是赖金贤。欢迎收听《报道有艺术》。嗨，今天现场访问的是牵手就不放手，好，这是前科技部长陈良基跟他的太太王素梅，他们自己现在说是用自己的性命写的故事啦。我觉得那个陈良基前部长，我们要跟他说他是台大副校长，他也是台大电机跟名誉的教授，他是很出名的一个 IC 设计的专家，创新产业很重要的一个人。好，所以现在呢，你若首先有买到，只要电子股诶，好，一定有赚钱的。你绝对别再转台，你要很认真听下去，还要拍拍手。来，陈部长你好，是主持人好，大家好。哎，过来伊边啊是太太哈，砍手啦哈，王素梅，素梅姐哈。哎，大家好。哎，伊这本叫做砍手哈，去牵手咱单位嘛，太太的意思。对对。好，就不放手。讲的是忧郁症的故事哈，其实这两位呢是算是理工男跟理工女哦哈，因为是因为太太嘛是成大电机的硕士哈，你是他妈写塞哈，所以他们是很理工的训练哈，嗯，而且这是一部非常诶，讲的是病，可是是一个非常世纪爱情故事，好，我也这样觉得哈，好，因为着这个病也去唱哦，伊是我的宝贝哈，希望把太太换回来，但是其实一开始有一个故事是。保定登一厝的时阵，无找到太太，太太已经为十六楼跳了呀，哈，已经手是砍在十五楼。伊家个太太扭起来的时阵，这个开头那是电视哈，那个收视率就很高，一下惊死人啊哈。那也是一个看起来就是最好的家庭哈，可是用这样子的开头哈，所以那当时素梅姐确认已经是忧郁症，离婚超能过位的时阵，对啊，请问吼，那个忧郁症的患者吼，你是安怎开始感觉自己有忧郁症？头开始我是因为代志处理不好，所以就焦虑嘛。焦虑困不起，嘛是自己嘛紧张，困不起就艰苦诶。所以我上网去看，看别人的经验，可能是忧郁症。所以到九月的时候，九月中，我甲阮先生讲，我一个月不困。我说带我去看医生，医生听，你是忧郁症，就是安尼。所以一定会困不起，才开始看医生啊，哈。安尼差不多多久？差不多几个月无困，过渐渐就是有时爱困，有时爱未困，所以到后来变成拢未困。白天嘛，无法都不眠啊。是安怎嘞？就是因为焦虑，就紧张，我整个神经好像绷紧了。所以我感觉。蛮被困倒了，我想讲咪个放下去，怪拢无爱想，个还坏，就是不好的东西会一直钻到头脑里面来，让我觉得很紧张，很紧张。对，所以拢被困啊。我看你书里面有写哈，讲六姐找我孙呐哈，啊个细汉囡呐哈，啊你都一直想讲，你就搞收物件哈，所以有一个健保卡在你遐。是，对对，后来就是生病的过程中，我的记忆好像错乱了。我按照找到找无小孙女的健保卡，结果才知影讲根本都无，伊也未摕到健保卡，所以，所以焦虑的物件有诶，不一定是现实上的压力，是现实的物件。因为我忧郁症得了以后，那能力愈来愈歹，预知嘛愈来愈歹，理解力或者是思考整个那个整全部都变得很差。所以我会突然想到说，哇，我是不是很多事情都做不对，
所以今就一直去找，一直去，一定爱看到讲放心，我再会当帮，啊，不然无找到，我就紧张。所以迄个心理影响生理，生理影响消心理，一直负循环落去，对啊，愈来愈紧张。所以紧张到尾，有就无希望变成厝内人的负担，哈，都决定要甲跳落去。决定要解脱，迄阵是安尼想啦。哦，事后过去想一讲吼，你有发想过？迄阵代志已经过了，所以我有一个教训，对我家己来讲，我迄阵就想讲，我阿伯绝对袂阁做这款轻生的代志了，袂去尝试。因为我看到伊遐尼紧张，我唔是废人，我唔是累赘，我是家人。我希望可以治好。将来我就有，就是还是可以恢复从前那样子，很快乐。对，就像我现在好了以后的样子。欸，你看这个危机，它微妙中也是一个转机啦，就是自己感觉自己是一个拖累出的人，就看到自己红色，自己扭掉掉，那么艰苦，那么紧张，那个当下蛮明白了很多，不是自己想的事。对，不过因为那件事情了，你不要你去住院嘛，不然叫消防员来，然后部长也有说，哦，他很紧张，他还有一手还有扭太太，因为手绑他就落下了，还要叫消防员来救下来。你说那个消防员说救，他很少救到成功的。对啊，因为我们四年要下切嘛，下切了，他就赶紧在脸书把相片铺出来，跟我们说嘛，我问，哦，你怎么会记得那件事情？伊讲哦，四年前伊印象足深的，因为一出前去拢唔捌救成功啊，这是为，所以伊记条条啊，所以知我，但是知讲，阮无一定爱公布，所以嘛唔敢讲啊。但系阮写材料伊就讲哦，安尼伊，但阮就想要大家知讲，正是虾米情形，所以第一连书啊，一个咧相片铺出来。所以恁的安对伊来讲嘛是一个安慰，对对，成功，那么就特别。基本册吼，第十七章五节哦，虽然想死也没关系呀，好，伊下标讲，讲一起短到破病，但是你有被陪伴、理解、加妥善的医疗，好，嘛是慢慢来好起来。对，好起来迄阵我感觉真紧嘞，都是对头开始，心里有一点点欢乐的感觉，一丝。就是觉得说啊，我好像在好转，都来都是刚刚一天比一天心情好，很快。我刚刚就是已经，我是差两个月的，都变成从前就是。都开始有反应，两年差不多一两年拢无啥物反应嘛。迄阵其实照咱台湾人咧讲，有时啊感觉讲啊，到底是相互心底辛苦啊咧。我到底这个怎么是啥物人哈？开始有较正常的反应，我两个月了咧，哦。会笑会哭，什么拢来啊？本来也袂笑袂哭，啊，袂讲袂啥讲话，买啊顶嘴哈！头个拢无欢迎，对啊，头一个一天正经迄段时间，一个叫我做啥我就做啥，因为拢无没有什么，自己都没有什么，好像茫茫然的，然后他就带着我做，哇，这个先生是。科技部的部长在太太的严重的时阵，要发病的时阵哈，伊科技部对台湾是足重要，尤其伊人还搁在伊拄到拄好被蔡总统哈被选连任，然后大选，而且这个科技部是绝对不能动的，这个动无政治诶的联谊之后，搁在拄到疫情，对啊，好，那两边修的结果呢？欸，太太说，欸，要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做什么，你叫他做什么会？哦，那时候就看很多书嘛，跟医生讨论说做什么对忧郁症较好。哦，那时候我是感觉说只吃药也不是办法，一定要想较多。所以那时候就想，头脑艰苦就是头脑整个神经什么都有一点问题嘛。啊，最后是带伊有一点新的刺激，所以比如讲去照照日头啊，行辛苦点动一下，让伊刺激较好，等于讲较有活力啦吼。所以阵就看在在讲哦，这可能对这种病的人很有好处。啊，咱做老师的习惯讲个，加一个功课把摆出来嘛，所以我来写功课表，伊讲啊，咱今仔日在做啥，明仔在做啥呢？好，啊，功课表的内容是什么？
我那种对，我比如讲，逐天尽量爱去拍建立头啊，哈、哦，啊，想我跟爱跟去行行路啊，哈，嗯，啊，辛苦，除了我叫讲做一个瑜伽的动作哈、嗯，啊，比如讲啊，操心经啊，哈，心经来讲，可以心情较稳定啊，然后哦，再去操十遍，下个操10遍啊，呢、嗯，反正我一个切下来感觉好诶，啊，另外切嘛讲啊，运动对皮囊嘛好啊，所以提个啊，无得。就无一定会当达工去，我就白讲啊，至少一礼拜咱能去两三件，啊，就看伊爱做啥物运动，啊，就找试看卖呢。所以真的是一边试啊，一边看伊的反应，啊，感觉伊会当接受咱那个加重嘞。然后人讲，哎，这种对忧郁症袂歹，就讲试看卖的那些。哎，册内底有写呢，你写讲恁两个有对焦上的是拍乒乓，对乒乓，对吼，好像很多能力都掉下来，刚刚乒乓。OK， 对啊，我听个真奇怪，很想咯。主任反应也快，因为从我哋大学时就点，甲两个家己招去拍球啊。嗯，哦，这个很开心诶，吼，就有一项是会当对焦。所以迄阵拍乒乓的用咩，那有时间就赶紧招咧，啊，就找一个乒乓场来去拍呢。嗯，所以可以运动真的很有帮助了，你要出汗，然后。我觉得会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其实就是把它散出去了。你明白对吗？下哈，讲做姐是就搞收纳啦，就搞收纳哈。哎，这嘛显学呢，这嘛大家拢话咧，我安那修一下哈。是讲你咧修对外口无问题，你修对家己身躯内底哈，会收出问题的啊。对对，这是有相关哈。嗯，应该是有啊，就是很多从前一些。嗯，我觉得有时候你会受一点委屈，或者你为了求全，你会做一些自己没有那么高兴做的事。嗯、可是就是埋在里头，嗯、因为为了当 yes girl， 所以、嗯、所以就是尽量是把它压住。哦、嗯，可是到这次就是会想，因为心理医师会带领我们走到从就是从小的时候，你背景啊，各种各方面，生活方面、家庭啊怎么样，求学怎么样，所以。其实那时候自己有稍微再把它打开来，哦、这些其实都有、哦，就是有一些种子，就是忧郁的种子在里头。嗯哼，因为这 Yes Girl 咱是有品牌，所以讲拢就紧诶，一直修一直修，修到爆炸。起码怎样，起码怎样说，不需要做到这样、哦，你不需要让每个人都觉得你很好。嗯，你自己觉得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该争取的还要争取。对，我以前在照顾的时候是有一点准备的，是讲，爱会知讲，以前咧宝贝以外哈，就是卖好伊讲，因为都是艰苦啊，但伊别让佮有自责。可能有一阵较麻烦，就是讲也感觉讲哇，一定是我什么问题，我才会得这些病。啊，其实应该可以知讲，这得这些病不是的问题啊。嗯，啊，这个感冒同款，别讲啊，感冒就是因为我做什么歹，我所以歹代志，所以我才会感冒。嗯，哦，别先安尼想咧，可以感觉讲啊，这是正常的。所以真的照顾的是这方面嘛，爱和想尽办法可以知讲。啊，这是正常的，你唔要个责备家己啊，跟伊什么无关系。嗯，啊，所以这我感觉一般来讲，咱听众将来不行有爱去照顾人时哦，嗯，从对个心理上啊，可以和别人感觉较体贴嘞，啊，可以怎样讲，上面可以怎样讲，这一点是好诶哈，嗯，啊，有靠信心诶，对，啊，上面就是靠怎样讲，做这人来个照顾啊，里面因为就这个病就。就怕改基无必要，不是你的问题啊，是病的问题。哎、嗯，记得对吼，第十章有下功，我很痛苦，但是我不孤独。对，是。这个感觉，我觉得在这个移动这本册这后面的你一直有这个感觉，讲充分的陪伴跟理解啊。嗯。可是我觉得很奇怪哦，忧郁症啊，开始心理上哎，这个。就是讲，咱受伤啊，破病吼，他很容易有很多自己买，刚刚自己想问题，还是别人买，讲你想严啊，啥很多标签，自己会有很多负面的想法哈、而且我就会讲出来、那我先生很好的一点就是说，不管我讲什么很不好的事情，他会用正面的方式来推、告诉我他的想法，所以甚至我还有一点就是，他让我觉得说我其实。将来还是可以变成一个有用的人，比如说说很难过很难过，我讲不出来。他问我怎么难过，
讲不出来。对，可是其实我心里知道自己只是没有办法表达。他跟我说你将来会好，等你好的时候你还敢把人说，把这个感觉讲，这样替忧郁症的人发声，让他的其他的亲友能够了解忧郁症的人是什么感觉。所以这就是让我觉得我好像有一个使命。对，等到我好的时候我就要做这件事情。这个也许也能够帮助我复原的快一点，就是我有心里有这个意念。所以后来我好了以后，我就开始写在 FB 上头，我就是写了好几篇嘛，我忧郁症的感觉是什么。对，这样。来，好，陈部长，好，你是个当时开始觉得说太太会好。我一开始我就感觉说，竟然一直十六楼，这种作危机我都救得到，表示说老天爷一定会帮助我给救回来。所以我等我就感觉说应该是会好，但是要拖多久我不知道。所以你改成有这个信念。我有这个信念，我一定会好。既然跟那时候没给他带走就不这样。但是我有信心，我有勇气准备说这对我是一个考验，所以我的坚持有这个度过这个考验一定会好起来。不要，我有看说你为了要让太太，因为忧郁症有一个是他会很不快乐，对啊对啊，所以说你有想要说笑亏好一天，对啊对啊，说还要三本笑话大全，对啊，一个笑亏，一个笑亏两嘛，像我们这种常在听笑话，听这个怎样这没 work？ 哈哈哈哈哈！较早拢伊讲笑话，我听，结果我所有讲伊拢知，所以根本无好笑。对，笑不出来。哈哈哈哈哈！迄个当时讲啊，好像会好起来，开始欢喜起来，开始变作走向现在这样，操，有两个月嘛，哈。就拖了两年嘛，所以到要好进前，就真正好，其实开始有转机的时候，到真正好起来，差不多都两个月了。差不多两个月。就是说，其实有一天，差不多过了两年，有一天他就跟他说，他做梦，梦见说他好了。我就知道说，这样应该心理上差不多要好完了。好像睡到看到光啊，对对 对，可是起来的时候，有做这个梦，不过醒起来啊，赶快没欢喜，不过从那时候开始哈，就开始有一些事情，感觉会比较敏锐，针对真实世界的感觉。以前我会觉得，因为你刚刚挤得跟世界隔离，我感觉起来在里面是寂寞孤单的，痛苦，自己在里面寂寞痛苦，可是那之后就开始跟世界开始有一些连接了。不然那个天线那就已经收不到讯号了，对对，现在又开始了，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照顾者不然让自己是在一个很乐观，但是又不能过度乐观，过度乐观也是不行啊，那算这样顺顺往前走，这是就是爱经验，那个大家知影哈。但是我对于真侪人，像讲啊，我经济上各方面，好，我会用随时都是陪太太。因为想我应该爱有准备，下面款的条件，那除了忧郁症患者。其实不一定讲一定爱钱啦哈，因为忧郁症主要是用有人陪上好嘛哈。所以迄阵我除了家己做写一个功课表以外。不是说我家有法照顾，那时候就尽量说请一些亲戚朋友来到帮忙，所以那时候就是如果你如果真的要照顾，因为这样就是说你尽量找比较多人到店，大家分配一些工作，这不会你一个人的负担太重嘛，比较多人帮忙让他不一样的那种能量，这样他慢慢比较有机会好起来。我看你里面有写一个你要懂得化忧啦，爱给大家说我们需要帮忙，求援这样，所以你有跟我学生说，等到你退下来之后，你有公开这个信息，对啊，学生就这样怕到，他们全部都点起，不知道要怎么表达。我后来看书上好像你们没有讲，让妈妈意识到功力是忧郁症，他们觉得说好像只是比较卡点，对对对，我刚刚直接连结，因为不笑，不会笑，然后不讲话，
很文静的有气质的样子。哎、嗯，对对对，我看起来就有气质的。一阵一阵叫伊出来争笑，我讲你卖安尼，咱随便斗人，安尼嘛袂使吼。啊，做伙你着加笑，啊，你卖讲啥物袂要紧啊，我可以、嗯、我可以懂的是啊。嗯嗯。啊，所以一般人会看哦，这师母即马嘛就本地就不爱讲，啊嘛笑面就好啊、嗯。所以大家唔知讲是啥物经营、嗯，所以听到我讲出哦，大家惊一跳啊。嗯嗯，是啥物款的状况？你知影太太嘛是即马笑啦，哈，下高是辛苦嘛，哈、嗯。是啊，那感觉讲，哎，咱出去嘛是要带出去。我当然一方面是讲，伊迄阵我若无改造，我嘛未啥放心嘛，啊、嗯，所以我若无带去出去，我得要去找一个人来出陪，我才会放心。啊，一方面就是，咱知影讲伊是头脑即阵艰苦嘛，啊，对我来讲咧，头脑艰苦，刚才讲咱是那脚手若麻痹的时阵，去泡烧水还是讲迄个会刺激嘛，所以我想讲，咱嘛是要伊头脑一点仔刺激，啊，刺激就是讲你换一个环境啊，还是出去找一寡朋友啊，去开讲种啥，有伊刺激嘛，所以我有一寡话，等我尽量讲啊，带去，啊，伊伫个新的环境，那个照顾好，但是会一寡新的刺激，安尼看伊头脑较会活化过来呗，从较早因呢，伊会当较紧好玩呢，其实怎样讲，伊是用各种方式了、哦、希望来然后太太更加很起来连线上哈、哦，嗯，哎，亲像甲大家讲啊，对我太太啊，就讲我就是有忧郁症哈、哦，嗯，那讲了以后寻求协助嘛哈、哦，对，啊，得到的回馈是安怎？其实大家拢真好，对，因那知影虾米，然后比如说有个学生，伊就带盖小姐的中医师。针灸，反正就各种途径了、嗯嗯。嗯，有的会说，那我带你去教堂啊，或是什么的。哦、对他们，有的认为信仰有帮助、嗯，可能都有帮助了。对，哦，爱心啊，爱心、啊，大家拢来帮忙、嗯嗯、啊。我记得就是常常，像我去吃饭开讲，是不是这样、嗯？所以这是无一定会对你较好，不过你也感觉足多人的关心。嗯嗯。像安尼照顾的人嘛，较未感觉压力较大啦。因为真的是惊讲我家己呢，然后冻袂掉啊，到时阵两个拢无去啊。所以我真就是你家己心情袂当压力较大、啊。当然了，愈侪人来帮忙，你就会当较心情较轻松。然后讲哦，足侪人来支持啊，你就较有力。嗯，其实这嘛是别人对咱的陪伴嘛。对对对，是啊。欸、我有一个最深的感受，我感觉像素梅姐姐的讲，我跳落去吼，因当拢是很大家很坦荡面对讲，哎、欸，咱有这个代志，好、嗯哦，那我有看讲，你有两个孙阿弟咪讲嘛，好、嗯，啊，伊拢会跟视讯连线，嗯，好、哦，啊，我一届讲有听到耶稣那讲，哦，阿妈你生病的时阵吼，哦，爸爸吼，佮照灯给你看吼，妈妈高妈妈很辛苦，对。哎、欸，有时候讲到这个，其实小朋友可能讲一个黑当中的代志，哎、啊，你听到有个感慨，哈、哦，有一点不好意思，对、哦。不过那个时候我已经好了，已经好了，对、哦、我已经好了再讲、嗯。我好像也说，我们在讲说谁害怕什么，我就说啊，我会怕嘎爪，怕蟑螂，那就讲说哎。阿公怕什么？阿公怕阿妈生病、哦、所以才会讲到，他就讲到说、哦、阿妈生病的时候怎么样？嗯哼，嗯，那他讲到阿妈生病怎么样的时候，以后来，小孩子自己也会说，因为阿妈的头脑里面有虫要跑进去，是细菌的错，不是你的错。对，他说是细菌的错，不是阿妈的错，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清楚，嗯。嗯，真的，对对，我马上我就有点松了一口气，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为我辛苦的那一阵子，像媳妇那时候自己要带两个孩子，那时候一个才3岁，一个5岁，嗯嗯，对，啊，他这样讲，我真的是如释重负，对。小孩也是很好的心理师帮助、嗯嗯，那真的就是不要把生病好像当成是你的问题。其实就是各种压力造成的，不是我们自己愿意这样的。嗯嗯，所以想到哎，我这本册是牵手就不放手哈、哦。我刚开始黑喜姐姐面对忧郁症哈，完全经验哦，你们全部都写出来了哈、哦。哎，你们在下一期也可以想讲，对几段要下都一定要歪下哦。会啊，嗯
就是我后来以后我就做笔记，就是做一点整理，我的感觉是什么。嗯嗯，因为我怕后来我简直心情好了以后我很多东西都会忘记、嗯、会对，那我就在待机、啊、所以就先赶快趁那个时候还记得那些把它写下来。嗯哼，不过那时候就是希望说因为我以前在照顾的时候、嗯、就认真去找资料、嗯、哼哼，我就发现说市面上找不到什么好的资料可以真的，所以那时候在写就一点准备说希望这本书可以不就边的人也当看这本册，靠我一个安慰，讲哦，安尼行得当行过去。啊，需要照顾人的人看着哦，大家知影讲安怎照顾，所以人下的时就是，我足希望讲，当时我对我讲就讲，老天爷真好，我一个客气嘛哈，而且客气我怎么交卷的，讲哦，希望当来帮助我的经验，这生命下的故事会当帮助较济人，会当行过这个困难。嗯，你进来这一下哦。照顾者的勇气、啊、照顾人其实也需要很多正能量，因为你都在输出、嗯嗯、对那你要让对方知道你也没问题，不过自己也不用出问题。对 啊, 那个、对啊，真的 我那时候其实也很担心他也会变成忧郁症、嗯、因为他每天面对的就是一个这样子很不快乐的人。嗯，对，因为那时候我看书为什么写说有的经验就是说基础的人也不敢去面对、嗯嗯、不敢面对，人不敢面对说家里这么严重的忧郁症，结果他选择可能是逃避、嗯、可能是什么、嗯、所以我意思就说其实你如果愿意来照顾本身的作用感，所以而且因为要跟他鼓励就是说、嗯、你跟他愿意面对就这样就很好了、哦、你如果做不会比较紧但尽量就好了，嗯、啊，自己做伙，咱加找一挂人来帮助，卖讲去逃避这个问题，那就好啊。嗯，哎、嗯欸，我觉得这句最经典哈，讲、嗯、你愿意面对的就好呀、啊，你就做这件事就很、啊、就已经是胜利了哈、啊，你被面对哈，被、嗯、对方。嗯，因为我刚刚有一句是，我们这个书里面也是讲，我可能很多人需要的是，其实素梅姐刚被跳了去，搁救起来哈。他有怀疑说他自己到底会好吗？嗯，好，嗯，然后他先生跟他说会好啊，你一定会好。嗯，不过后来他也想说，他说什么，请你再说一次。我是说一定会好啊，不过如果不好也不要紧，我会永远陪你到一世人。你看这个是金句哦，不好也不要紧啊，我永远陪你到一世人。你是听到这个等到以后对对，会觉得安心了。嗯嗯，我可以好好的养、哦、对，把我的病治，我安心了。对，嗯，而且因为就这样，其实忧郁症就这样是自己一直帮忙别人，一直照顾别人，不一定是习惯被照顾的人。是好，是因为一起 yes man yes girl 哈、嗯，我、哦、不用希望的人，嗯、不习惯被照顾的人，嗯，对啊，好。对嗯，可是他感受到他被照顾，反而一点都有后起来。好、嗯哦，我也照顾你一世人哈、嗯嗯。来，牵手就不放手哈。你那是身故朋友，哎，刚好朋友忧郁，还是家己，还是真正厝的人哈、哦。这本书一定要来个看一下，帮忙你穿越这个忧郁流沙哈、哦。嗯嗯，感谢感谢。王素梅，素梅姐啊，谢谢，这么痛苦的经验，你还笑出来了。阿哥，谢谢先生哦，真是爱的故事。陈良基、陈前部长，多谢你，多谢，多谢，感谢。播客无艺术，上精彩内容，伫 Spotify、Google Podcast、Go Apple Podcast 拢听得到哦。